在一些食物面前，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。浓汁猪蹄拌面，一听就馋。酥皮烤羊腿，一看就饿。就这个酥皮，就这个焦香，真的是看着就饿。你看这边它这个颤抖的这个胶质满满的这个肉，哇！快点回家吃饭，今天让你吃到停不下来。哎，有的食物你发现没有，就是哇，你听到那个声音你就马上变得会非常馋，而且有的食物呢，你只要一看见它之后你马上就暴饿了，还有一些就是你只要吃一口你就停不下来，一直吃一直吃一直撑到你吃不下为止。我特别好奇今天我们这两位嘉宾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食物，来欢迎两位。欢迎大家好，我是美食第一身材第二的平面模特康乐。你说你是美食第一，对，身材第二，嗯，你信吗？不信。对，其实大家都不相信，但是呢，我其实就是一个很爱吃，然后也很爱玩，然后但是我也有运动，嗯，所以我的身材也是可以保持成这个样子的。就怎么吃都吃不胖的意思呗。对对。叫王大叔来打招呼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味觉最棒，视觉也很重要，听觉也不能少的大厨王明。大家好。那今天给我们做的是浓汁猪蹄拌面。哇，这个名字听起来就非常非常的馋，是吧？嗯。但是你一看就饿，我也没看到啊。那我现在给你们展示一下。是吧？有视频是吧？当然。来看看。哇哇，你看那个猪蹄，哇，一进嘴马上就要化的那个感觉，对吧？嗯，很松软，咬下去。那个汤汁裹在那个面上。满满的胶质，哇！哎，前两项一听就馋，一看就饿，我觉得你满足。但第三项一吃就停不下来，我还得期待期待。对，哇！那大厨呢？我就做个简单点的，嗯，酥皮烤羊腿，就是听着声音就刺啦，对，然后吃的那时候大块大块吃，是咱们新疆特色，对，是新疆特色。哦，好吧，那我们依照惯例，要不还是你先来？可以啊，好吧，那我先来。然后今天这个猪蹄呢，可以选猪前脚，因为它猪前脚的筋会多一点，比较适合做这种炖啊，还有这种红烧。前脚的那个胶质多。对对。第一遍的话是要先焯一下水，然后我们冷水下锅以后要放料酒、姜片、葱，然后这个葱的话，我是有一个小技巧。是我会在焯的时候放这个葱的绿色的部位，嗯，在炖的时候用这个白色的部位，哦，因为这个白色的部位是微甜的，嗯，但是绿色的部位你炖久了的话就会很苦，不公平也不科学呀，是吧？一个人这么的苗条，这么的瘦，还特别会吃，还特别会做，因为我很馋，是吧？因为这三个标签是一般不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出现，那么好，我们开始做啊，嗯，这个是焯过的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先把这个焯过的猪蹄放在旁边。然后现在起锅放油，来，我的习惯呢就是用豆瓣酱，嗯，然后因为它是要上色的嘛，油热了以后我们就可以下这个豆瓣，嗯，然后给它炒一下，两个，然后辣椒、蒜，这个很贵啊，是的，然后我们现在要放这个猪手了，好。先给它上色了，对，上色了。我觉得这里面有几点非常的专业。第一点就是它等油热了才放的豆瓣酱，是吧？这样才把红油炒出来，豆瓣的香味能炒出来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它用的全部是大的料，就是比如说葱蒜都不会切末，因为这样的不会影响这个待会儿猪蹄上会沾很多的料。然后现在可以放一些生抽和老抽，再放点料酒。其实这个豆瓣酱的这个颜色其实已经上去了，哦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加水。炖的时候要放八角，还有这个桂皮。他这做法就跟我们不一样。如果不一样，嗯，厨师的做法，他香料要会稍微会拿油把它煎一煎，他就直接下锅了。都为啥呢？因为我
工可能没有那么专业，而且那个会比较复杂一点，是吧？像我做的话，都是给它全部都给它倒在一起了。这个方式是相对来说简单一点的爱好操作吧。然后再放一点冰糖，对，要提味儿。如果大家是在家里用砂锅炖的话，至少要炖2个小时。哇！然后并且呢，你的水是要一次性加满，不能加够，对，不能二次加水。所以我一般呢都会，真的很专业。你现在说的句句，因为我这个做过很多次，在家就是自己经常吃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为了要节约，你把肉都吃到哪儿去了？我也会胖的，其实我过年也胖了一点，但是我会去运动，我每周大概要运动3次吧。所以说呢，你知道吗？你只看别人吃肉，你没看见别人跑步，对吧？我们觉得这个饮食的合理跟我们生活的这个运动的合理一起搭配，这样就可以哎让自己多吃一点。对，这样的话你就是想吃什么，然后自己还会很开心。平时的话我是用砂锅去炖的，如果没有那么长时间的话，可以用高压锅，然后高压锅20分钟就可以了，就是非常节约时间，然后你这个猪蹄还很软糯。哇，对，节约时间的办法，可以更香的办法都告诉大家了。对，如果砂锅的话可以放山楂，然后它就可以，我来，会更软一点。重复我来。啊，对，那这个呢，我们是在节目上现在已经做了，但是因为是需要20分钟的，所以我提前在家做好了一份带过来了。那这个我们拿下去不浪费，我们也给它咕嘟，好不好？来，辛苦导演。接下来要做那个浓汤的那个酱汁，然后一会儿要炒一下，就是那个裹在那个面上那个酱汁，对，很浓的那个酱汁。来吧，这个的话我们是要准备这个朝鲜族辣酱，这个是咱们朝鲜族的灵魂，包括、辣白菜一定要用这个。然后再加一点辣椒面。哇，我们如果吃不了那么辣的朋友，这个干辣椒是不是可以少放一点？对，这个时候用了蒜末。对，因为它是要炒了嘛，你炒的话，如果那么大颗的蒜的话，就是你不入味儿。对，为啥不先炒蒜末？你为什么一直要挑战别人？因为他是很专业的嘛。因为我都理解，蒜末要炒着才香嘛。对，为啥不单独炒，先炒蒜末呢？因为我可能没有那么专业，而且很懒。要一点白糖、蚝油、香油。然后这个就是一会儿我们一个比较灵魂的，要炒的这个猪蹄，对。王大厨可以把猪蹄拿过来，我们这个已经我炖好的。这个就是人家特别讲究，在家里面用砂锅自己2个小时炖出来的。对，你看我为什么说这个好呢？你看这个胶质都已经变成皮冻了啊，对，那种感觉。对，是的。高压锅的话，一定不要超过20分钟，如果超过20分钟，它就会脱骨。对，好。麻烦大厨帮我切一点点这个。稍微给它煸一下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就下这个猪手。然后我们现在可以下这个洋葱。哇，就是那个香气一下炸出来。可以给我了。酱汁。就是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猪蹄在那滋啦滋啦滋啦之后，我就马上听那个声，我就流口水。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，就是可以加一些年糕。对，这样的话更罪恶一点。你知道吗？在晚上，如果这种辣酱配着年糕放进嘴里，一口接一口，就是停不下来。这个就是在你最近工作压力特别大，最近你非常累，最近有很多不顺心的事情，你只需要这么一碗浓汁儿，你马上就跟生活当中所有的烦恼说拜拜了啊。这个的话就是根据自己，你喜欢这个汤汁浓一点还是淡一点，可以加点水。就我们可以现在加一点点水，然后这一锅就好了。我们现在可以给它就是盛盘，可以拿一个那个可以加热的，然后它就可以一边蘸面，然后它也不会凉，这样吃。还是你比较周到。哎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阻止一个想吃爱吃的人去发展他的厨艺，真的非常非常棒。
现在可以放上任何一种你喜欢的面，我最喜欢泡面，弹弹的口感特别香。就现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滋啦这个声音，加上它那咕嘟咕嘟那个缓慢破裂的那个气泡，再加上它的整个闻起来的那个香辣的那个味道，这个菜的关键其实就是这个炖这个猪皮。你看这边它这个颤抖的这个胶质满满的这个肉，非常非常的馋人。然后如果跟面这个整个拌在一起的话，那种感觉真的是棒极了。你不是模特吧？你吃的时候会那个几连拍？你现在给我们表演一下几连拍啊！来，三二一，走着。前头两点非常符合，一听就馋，一看就饿，那么一吃能不能停得下来呢？我们再尝一尝呗，来吧，来来来来。哇，带着弹性，裹着这个浓郁的汤汁跟胶质的时候呢，甜辣鲜香之味，这个弹弹的这个胶质。这么说这道菜，真的吃完之后真停不下来的感觉。首先呢，肉、面、汤所有的味道融为一体，但是每个食材该有的口感，弹的、糯的、爽的、滑的都有，都有。就是其实今天对我而言，我觉得这个已经真的是完全打动我了。三点都符合，第一个听着就馋，第二个一看就饿，还有一个一吃就停不下来，非常成功。而且这个辣度是我可以接受的，嗯，超级解馋啊。哎，还有没有什么你特别拿手的？那我今天除了这道的话，还带了一道就是女孩子比较喜欢吃的，叫热奶堡，然后并且做起来非常非常简单。啥？热奶堡？热奶，它是一个工具吗？热奶的一个什么容器？它就像是一个热的那种冰淇淋之类的。你不要这么自相矛盾好吧？对，它是一个冰淇淋，但它又是热的。热的。我能看看吗？我不相信啊。可以啊，那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嗯，好。哇。这哇，它就是一个冰淇淋的样子呀！哇，你哇，上面那个奶油看着很香，就想来一口，突然吃一口，就奶油那个到嘴里这种感觉。那来吧，给我们做一做，好不好？来，料是非常简单的，我们就需要准备这种这个甜筒，这个半成品。然后料的话，我准备的这个巧克力的，还有肉松的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准备一些，比如说草莓碎啊，或是水果的蓝莓碎都可以，就像一个 DIY 一样，就是像小游戏。这个热奶堡最主要的这个三个主体就是黑米、紫米和糯米。然后我现在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，已经蒸好了，然后在这个锅里面，对，就像蒸米饭一样，蒸半个小时就好了。对，然后三个混合在一起，就是因为它是甜品嘛，然后可以放一点糖。可以加点蜂蜜是吧？就蜂蜜啊，还有炼乳都可以。我现在准备了炼乳。哇，这个迅速就把一个这个紫米、糯米、黑米饭变成了一个甜品。甜品，因为有奶香，同时又加了糖。哇，真的就是借着米饭那个余温，就可以把这些所有的，包括炼乳跟黄油化开。化开，要给它搅拌均匀，它融到一起了。对。做这个的话，奶油不能特别的软，不能化掉，所以这种固体的奶油会比较。哦，就往外喷的。往外喷的这种比较好，给它喷到一个这个小碗里。这种的话，它就是固体的，然后比较好抹，好涂抹。然后拿一个小勺，我们是把这个奶油先给它抹到里面一层。哇，其实这奶油还是一层粘合剂。对，我们自己也跟着自己来做一个呗。就我们每个人 DIY 一个不同口味的吧。哦，行啊。我可以给您，对，你可以放到这个上面。我想问一下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这个还行吗？对，也可以啊，其实也没问题。塞进去了是吧？塞进去可以了。行。然后我现在帮你来捏一个这个圆。哇，糯米团，我觉得这个就像一个小冰激凌一样了。对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嘛，然后可以这样 DIY 一下，然后可以就是再加上奶油啊，来。哇，
然后再可以加上一块巧克力，这样的话就是看起来像外面卖的那种。对，这样看起来就挺贵的，是吧？对。哇，可以吧？然后我再撒一点肉松，你直接挤到上面，我也来一点点，直接挤到上面吃，蛮好的。还有造型。哇，这个真的看起来特别像冰激凌，是吧？但吃起来它其实是热的。撒一点坚果，撒一点。三种不同口味的坚果、巧克力和肉松口味。哇，就现在嘴里的味道，你知道是什么感觉吗？可盐可甜，因为你加了肉松是咸的。哎，这真的蛮好吃的。嗯，咬下去奶跟甜在嘴里面特别丝滑的感觉，然后下面还是那种脆脆的。嗯，我好喜欢吃，好喜欢吃里面的这个米，就是口感很好。一开始听它叫热奶堡的时候呢，我特疑惑，这一个什么吃的？但吃完之后呢，看完它之后就明白了，真的是一口咬下去停不下来。嗯。我做的这个好吃到一吃根本停不下来的浓汁猪蹄拌面啊，是把猪蹄炖熟后，再用朝鲜族辣酱、大蒜、辣椒粉调一个特别好吃的酱汁儿，把猪蹄用酱汁回锅炒匀后拌上面条。在这里呢，我给大家画重点：煸炒豆瓣酱时油温一定要够，这样才能炒出红油，让猪蹄的这个颜色非常诱人。像冰淇淋一样好吃的热奶堡做起来也很简单，大家可以把紫米、黑米和糯米混合以后蒸熟，加入黄油、炼乳、白糖调味之后，再放入这个华夫桶中，加入奶油，撒上自己喜欢的小料就可以了。王大厨，玩上了，挺好的，是吧？你想想看，你接下来给我们来点这个诚意的，做啥呀？酥皮烤羊腿，哇，就是咱们新疆特色的那个，对，是吧？我们看看，看看啊！哇，哎，你看那感觉，嗯，切开那个酥皮的那个感觉，里面那个肉又嫩嫩的流汁，哇，香！我隔着屏幕都已经流口水了。咱们就别看，咱们来现场做呗，好不好？ Okay, 好，来收拾一下，来，好嘞，嗯，这是一个横菜，这么大的一个羊腿，您开始啊。我们先要给它去骨，嗯，这是羊前腿后腿啊？对，这是羊前腿。为啥选前腿？前腿的肉质呢，它有肥瘦相间。哦，哇，这个其实在家操作是有一些难度的啊。是，也可以在买肉的时候让他帮你剃，给你剃好。对。来，我们的肉就剃好了。咱们先腌羊腿。腌羊腿，来。对。咸盐为主。洋葱，这个大概要腌多久啊？腌到6到8个小时。嗯，这是一个香料包，这里面都有啥呀？嗯，有花椒，有八角，有桂皮，丁香，有山奈，嗯，十几种吧。对，其实就是咱们经常用那种十三香粉类似的。对对对，有类似的。然后咱们加水。今天呢，咱们就不腌那么长时间了。刚才盐量放的比较足，嗯，所以说现在呢，我们进行一个烤制，好吧？来，哇，这些料还是要铺到上面，对，是的，是的。OK， 哇，进烤箱，上火200，下火180，烤20分钟。好，嗯。那接下来咱们做什么？我们就。把皮儿擀开，这是提前做好的一个油酥皮。对，酥皮，羊油的酥皮。羊油酥皮咋做的呀？羊油，嗯，然后有面粉，嗯，然后有发酵粉，然后有咸盐、奶子。其实这个跟咱们平时和面一样的，对，是的，是吧？只是里面多加两样东西，第一个是羊油，另外一个是羊奶子。其实这个如果说自己在家不会做酥油的话，就可以用咱们的成品的，嗯，啊，带酥油的这个面粉，嗯，去做。葱姜就不要了，嗯，葱姜就没有了。哇，你看那个滋滋流油的这个感觉，哇，嗯，香出来了，对对对，这个也考验刀工了。哇，这个太香了，这个羊肉。
大家听一下那个刀切羊肉的声音，一看就饿，好想吃。就是那个滋啦，对，那个脆皮被刀给它拉开的时候，那个滋啦那个声音就刺激你，就马上流口水，就一听你就馋了。那我现在就包裹它，好吧？这有我前期烤好的一个羊腿的骨头，咱们把这个肉码在上面，码在这骨头上面。哦，因为现在下一步是要烤酥皮。嗯，哇，这样盖被子，这样盖到这个羊腿之上。睡吧，睡吧，我亲爱的羊腿。哇。那我刷蛋液啥的吗？对，现在要刷蛋液。嗯，蛋液呢，我们只能刷蛋黄。为什么？嗯，蛋黄刷出来颜色好看，你觉得比较对对对对，金黄色，而且香。嗯，而且刷香。刷蛋液呢，不能刷太厚，薄薄一定要记住，对，薄薄一层。咱们哇，这个预热好了，热烤箱。所以呢，需要上火180，底火200，然后10分钟。哇，金黄色，可以，哇，哎，就这个酥皮，就这个焦香，真的是看着就饿。3、2、1，走着，哇，好酥啊，这个皮。好了，来了，哇，带酥皮的啊，对，带点酥皮。哎，这个是可以蘸这个吗？是的，可以蘸这个辣椒，对，你可以吃点原味的，可以蘸点辣椒面的，很不错。就蘸了这个之后，比我刚才吃味道又多了一层次。尝一下酥皮，掉渣，好吃的，我还没有吃过这种。这种羊肉的酥皮，哎，有没有觉得又像西餐的那个？哦，对，有一点，这个酥皮有点像那个牛角包那种感觉，西式的牛角包那种。对对对，有没有满足？第一，我们刚听那声音，一听就馋。馋。我们一看就饿。哦，一吃就停不下来。好吃的，所以今天其实我们的食物不光是从声音从看，而且一吃都给我们带来那种让你一直停不下来，可以大快朵颐那种感觉。忘了一件事儿。3连拍是吧？来，第一个，第二个，第三个。我做的这道酥皮烤羊腿是把腌烤的羊腿烤到8分熟后，盖上酥皮继续烤10分钟就做好了。酥皮上刷蛋黄液，比刷全蛋液上色效果更好，颜色也更加金黄诱人。他已经劈叉劈了很久了。对，因为这个太矮了。1、2、3、4，对，入松垮。